买完票之后给你一个小牌啊，给你们吗？这个牌断面是吧？啊，断面的时候有人找你，你要给我找什么？哦，有人找我。哦，断面的时候对牌子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四川成都啊，今天来吃一个居民区下边的一个面馆啊，说是板凳面，全部放在板凳上吃的面。哇，你看这边好多的饭，你看重庆特色牛肉面、龙江猪脚饭，哇，都是在这个凳子上吃。哦，前面哇、哦、真好，还好好多人，我们来尝一尝看一下。上池面馆，成都20年老店。你们这是20年老店哈？对。在哪儿买票？在哪儿买票？这儿买票吗？看一下都有什么啊？回锅肉面，回锅肉面现在有吗？有面没有？我正中午煮面的时候，卖师傅挣钱的时候有面有面。不是我看网上说你们什么时候有好多都到了之后没有了，已经卖完了。有没有？有是吧？有。哦，确实是老店啊。两点半才结束。来小份回锅肉面。好。好。买完票之后给你一个小牌啊，给你们吗？这个牌断面是吧？啊，断面的时候有人找你，你要给我找什么？哦，有人找我。哦，断面的时候对牌子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。哦，好好好好。你也坐着嘛。哦哟，这真的是一家老店哦。哦哟，这个态度是真的太好了。我们在这等啊，看一下这个，但是人是真的超多，但是真的脾气好，我们太烂了，我们尝一尝啊，这真的是成都特色吗？这家到底味道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今天就来尝一尝啊。打分吗？打分。三分吗？三分。这都是这样的。我们边等，我们边看一下啊！你看，它这边是哦，这个地方是刷碗、后厨。哇，它这个真的是在一个房子里，你看。一号啊，我们是一号。一号，一号呢？哎，小王，你上去。小王没好吗？啊，好的，这样一碗啊，13块。来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啊。看这个上面呢是放的筷子，你自己拿。来，拿双筷子啊。来，我们坐对面啊，这个地方确实下雨，然后这边是在树下，稍微好一点。来，尝一尝这样的面啊。值不值13块钱？好，我们来拌一下啊。哇，它这个面是这种面哦，圆面。哦，13块钱一份。这个叫回锅肉面啊。我其实特别喜欢吃四川的回锅肉，以前就是川菜馆一般点菜都喜欢来一份回锅肉。哇。看上去还不错啊，我们来尝一尝。哦，好。OK。这边是有意思啊，全部都是用那种板凳，大板凳加小板凳啊，这样子。来，我尝一尝啊。13块一碗。今天其实天这个天是挺舒服的啊，它是下着雨，小毛毛雨那种。烤一下。它里面拌的这个酱料应该是有辣椒哎，啊，还是有点辣。
满嘴的红油。他是吃苹果吗？点点呢？啊。好多的红油啊！香是真的香啊！OK， 我们也吃完了。哎呦，我们也吃完，合我的胃口啊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这个态度确实是，可能有些人受不了。这种面馆啊，你像你们遇到你们会吃吗？但是我说实话啊，它就是再好吃，我可能吃一次，我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再来第二次。但是它味道的话，确实还可以，就事论事啊。行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，喜欢的话点关注、点个赞。好，再见。